介紹翻嘅就係呢部係 Fit 啦，安裝咗部專用款車機啦，咁就導航音樂應用程式，咁啊藍牙三機，咁就下一版咧就入翻應用程式入邊有藍牙啦、音樂啦、視頻啦、三機啦、外接輸入啦、DSP 啦、電子說明書啦、原車應用啦、分配外集計算機啦，咁啊文件管理啦、圖片啦、車載設置啦、下載啦。咁啊，有上網啦，手機互聯啦，砒霜店啦，有 YouTube 啦，咁啊，行車安全嘅衛士啦，咁就先試一試個音樂先啦。好啦，我亦都介紹埋 DSP 啦。喜好啦，咁啊，我中意就平直啦、流行啦、古典啦、搖滾啦、爵士啦、音場啦，音場入邊可以教皇帝位啦，咁啊呢啲皇帝位啦，咁啊跟住出翻嚟之後啦，咁我哋介紹一個視頻啦。咁好啦。出翻嚟之後咧，再介紹一個心機啦。會好勾嘅，咁啊有自動手台啦，咁啊下上一台啦，下一台啦，咁啊甚至都有 DSP 調校嘅，咁樣一樣都係咁樣教翻你自己中意嘅喜好啦。而家你唔發現個個人都係講緊政治嘅咩？雖然我一路咁啊出翻嚟之後咧，咁啊有 DSP 啦，亦都可以咁樣教啦。咁啊電子說明書啦，咁啊應用原車嘅應用啦，甚至認為政治係污衊咁樣。跟住有方向盤學習啦，咁啊原車因為冇方向盤，冇方向盤流行嘅一個嘅控制嘅，咁啊所以係冇嗰條教嘅。如果要追上潮流，咁啊有計算機啦，文件管理啦，咁啊有圖片啦，呢個設置入邊咧就係 set 一啲設定啦，咁啊係啲後方設定啊，動車聲音啊設定啊，咁啊啲 GPS 啊音量設定啊設備口啊，咁啊系統啦，咁啊就冇乜呢啲壓力嘅。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咁咪都有工廠設置啦，唔係一個商業嘅活動。咁啊，呢度就有下載啦，有啲上網啦。啊，砒霜店就翻佢自己個人嘅 account Google account 咧，就可以入去 download 嘢嘅。同埋 YouTube 啦，都係好高嘅尊重，純粹費事。亦都有跟咗個後科嘅，後而去轉移酒店地去，見俾觀眾一啲。